我把你接待走。啊，好，那你在这儿好好休息，我结束了就来看你。走吧。啊。你一个人在这里好好休息啊。 你想多了，别不敢承认嘛。哎，过两天你就有跟我单独相处的机会了。嗯，唐辅导啊，叫咱们周末一块儿去选照片。啊？为什么叫我去啊？我又不懂选照片，也不懂审美，你们那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啊。为什么叫我去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这不来了吗？问问他。啊，不是，不想听他年轻。唐辅导。 水腻了，可不是嘛。本来唐总让我替园里选照片，结果今天刚到就告诉我让熊一凡去了，害我白跑了一趟。早知道我不是去天长路了吗？啊？为什么是熊一凡去啊？摄影系的学长临时改的，估计是想保持一种阴阳平衡吧。哎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我帮你调调音啊。行啊，你这音都不正。哎，别乱碰我老啊！ 不然我就让你后悔，你没多长一只手。好，宋少，宋少，你这老婆老的都不行了，音都不准了，还当个宝贝呢。你少犯贱，再丑再老那也是我老婆，是吧？谁都不能乱碰。哎，玩你重提琴去，我再最后说一遍，都离我老婆远一点，尤其是你，宋华，再让我发现。 格杀勿论。哎，鸡哥，冷静，冷静，鸡哥，还碰不碰了？我造什么孽呀？昨天晚上剪片子到凌晨，今天又被你拉来选照片，我现在看见屏幕就想吐。 好了嘛，这不是我大宝贝有眼光吗？你说我一体育生，哪懂什么构图啊、光线啊、这种高级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所以可不得把你找来吧。那是谁这么没眼光啊？找你给他选照片，反正这个油腻的，我就放了个大心了。哎呦，初吻嘴巴抹蜜了。别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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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话。严哥，严，啊？ 有空啊，有空啊！我熟，我特别熟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拜拜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严哥让我陪他去选房子，我穿成这样不行吧？我回去换上衣服，我再化个妆。哎，等等等一下啊！你刚刚不是说一会儿要去选照片吗？啊，色字头上一把刀，石榴裙下命难逃。哎，你说你这一天天的。 你这样看着我干嘛？宝贝，小宝贝，我美丽动人、可爱、善良、大方又爱我的宝贝。你说你的爱他马上就要冲锋陷阵了，你这个军师是不是得帮帮我？好好好，我替你去，师门不行了。我把他微信推给你，哎，别了，我可不想随便加陌生人微信啊。也行，那我跟你形容一下吧，他大概。 有这么高，然后身材是这样的，然后腿是这样的，然后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网红大帅哥嘛，很好认的。你要再这么唠唠叨叨的，我就反悔了啊！哎，你可真算是选对人了，我以前每天都在这条路跑步的，对这边特别熟悉。你看这两边的房子啊，虽然看着还好吧，但是很多人都抱怨这边交通不好，人杂事多的又不安全。看见？哎，你看这边的房子啊。
虽然比较老旧吧，但是有很多大爷大妈大叔什么的住在这儿，还挺安全的。但是就是很多人抱怨这里下水道老是坏。你不觉得你这样不去当中介有点可惜吗？哎，我还真挺会看房子的呢。我老家那房子都是我帮我爸敲板定下来的，虽然我没有租过房子啊，但是我帮你看了几个户型，你看是不是还挺适合你的？怎么样？可以啊，去看看。学妹，等谁呢？自己看啊，大帅哥白宇泽。那你看我像吗？你是白宇泽？看来我对得起"大帅哥"这三个字了。你就是丁明吧？小熊跟我说了，上车吧。这车啊，很稳的。啊，这样做很危险的。不危险。行吧，那咱们走了。到了，我来吧。放心吧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走吧，请进。你可以随便看一下。你这工作室还别有洞天啊，都是你自己设计的吗？喜欢吗？还行吧，之前只在网上看见过。门口那些照片也是你拍的？怎么说呢，照片啊是人能战胜时间的瞬间，那些都是我的战利品。走吧。你喝饮料还是喝酒啊？大白天的喝什么酒？喝酒还分时间啊？恢复的不错，以后不要一个人偷偷去暗房了，听到了吗？是你，不然呢？你能奶奶一个人住，人很好的，你觉得呢？不错，来，小伙子。你呀，可以住带阳台的那个大房间，我住小房间就够用的了。谢谢，多好啊！奶奶肯定很会烧饭哈，以后多有口福啊！哎，我去跟我老伴儿打招呼啊！啊。你不是说老奶奶一个人住的吗？我听到的是这样。去看老伴儿啊，家里的
有人给咱做伴儿了，你高兴吧？啊？奶奶。啊？这屋到底有多少人住啊？只有我一个人住啊。这小伙子长得跟你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哎，既然你们两个都看好了，那我们明天就签合同吧。哎，好的好的，那你一定帮我们看。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好小哥哥好帅啊！哎，你们快过来看呀！这是我儿子儿媳妇啊，刚装修好的房子，还没住呢就出国了。可以看看吗？可以啊，那随便看看吧。谢谢。还挺新的。哎，这个是和你的钱呢。哎呦，这是放着我的呀。我沙发看着也很舒服。哎，没事吧？真没事，真没事。我觉得还挺好的。还行吗？挺好的吧？我感觉这房子啊，特别适合你们小两口居住。哎呦，我们不是小两口，他一个人住。一个人住也行，两个人住啊也行，三个人住啊也可以啊，随时啊适应你们的各种变化。我想问一个问题。这个房子应该不让毁吧？然后那个隔壁住的也不是什么奇奇怪怪的，什么盘丝洞啊，他又没有那些东西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价格呢？一个月6000，季度付。6000？嗯。6000我们太贵了，要不再看看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再看看哈。你不喜欢吗？我是挺喜欢的，但是……那我们就租了吧。小伙子啊，真爽快啊！那我们看看合同吧。嗯，好，就租了。你腿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终于选好了。你先休息一会儿吧，我再整理一下。好。这些照片都是你拍的？是啊。怎么样？这些美女。确实美的各有特色，摄影师呢就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。像我啊，尤其擅长发现美女。那学校暗房的照片呢？和这些好像不太是一种风格。小朋友，你太古板了，摄影师不能只有一种风格，他有不一样的风格。说吧，你想拍什么样风格的照片，学长都能帮你搞定。你们工作室在招人啊？是啊，怎么你有兴趣啊？行啊，那你把你的作品集和你的简历发我邮箱里面，我给你开一条绿色通道。考虑一下。
帮严苛找到了绝佳的好房子，还被房东奶奶误以为我们俩是情侣。原来他就是白玉泽，怎么会是他呢？以后呢，严苛就会在我给他租的房子里面弹钢琴。那这样四舍五入一想的话，等于说我跟他住在一起了。哎，说不定以后我还真能搬进去住呢。我到底要不要去他工作室上班啊？你要搬到白鸽那住？你呀，别一天到晚的做白日梦。做梦怎么？敢想敢做，那是通往成功道路的第一步。哎，那你去白玉泽那打工赚的多吗？你这人怎么这么肤浅？我那是追求艺术。嗯，所以说赚的多吗？那你去帮严苛搬家，他给你钱吗？不给。你这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？嘿，我开心。手受伤了，不要乱动，没事吧？没事啊。我来。哎，那个球。打球吗？嗯。很轻。小伙子，老板哪个？师傅，您搬这个好了。这个是真的沉。这么沉啊！刚才那个小姑娘力气真够大的。是啊。没了。没了。那终于搞定了。帮忙吗？过来坐一下。过奖完钱。干嘛？那天看房的时候，不是摔了一跤吗？肯定有伤吧？擦个药。这样不太好吧？我自己来吧。我自己来吧。你不是跟齐小松都能穿同一条裤子吗？擦个药有什么不好的？我来吧。知道我是谁吗？
是小小熊，我是小熊的影分身，很高兴认识你呀，我的小美女，你好可爱呀！哎呀，看把你给嘚瑟的，要不要给你报个木偶班啊？不解风情。你说严苛一个人在出租屋里面多无聊呀，我送他一个这个，他就可以陪伴着他。当然啦，我也可以把他呢当成严苛，每天跟他说说话，摸摸他，这样我们俩就有了一个情侣玩偶。哎，四舍五入的话，我们俩这就算是猪脑子，天天想些有的没有的。忘了上次情侣装的乌龙事件了。会吧。这件衣服，哎，这是我跟我们班新选的班服，怎么样？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你哪儿找来的？世界上多美呢！不是，我怎么能找到这么合适的班服呢？齐小松啊，谁让你拿的班服？我不看我了。都不流行送玩偶了，你真是个幼稚鬼。哼，你呀就应该学学怎么散发魅力。怎么散发？说来也不难，这么说吧，魅力分为几大类，其中最为致命的就是性感。它能够勾画出最原始的东西，正所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，
我说的魅力呀，不分年龄，不定义性别，不过特殊物种除外。你吧，哪一种都沾不上边儿。那为什么？我都每天敷面膜，我还穿裙子，我都留长头发了呀。魅力光改变外形是不行的，它是由内到外散发出来的。那我该怎么办？你呀，自己去领悟吧。性感，俏皮。小熊，原来在垃圾桶旁边照镜子成你习惯了。不是，我丢垃圾。哎，你的衣服都没整理好。你这样是学不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。是啊，怎么样？好酷啊！这些照片都是你照的吗？是啊。好看。哎，那我也能被照成这样吗？没问题，来，你换上这件试试。在那儿吗？是啊。好。OK， 开始吧。我可以吃个水果吗？哎，那个是道具。哎，一会儿呢，我会问你一些简单的问题，咱们就轻松的回答就行了。开始了。嗯。好。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水果？挑我过敏的芒果，那你知道芒果的国语吗？是什么？专一。差不多吧。你的初恋是什么时候？没有谈过恋爱。那你的初吻是什么时候？无可奉告。不简单啊，看来没谈过恋爱就有初吻。那是个意外。你的初吻对象像什么水果？超模，谁以后再说熊一凡没有女人味儿，简直都是瞎了他的钛合金狗眼，瞎了钛合金狗眼，那不就是你吗？阴阳颠倒乾坤逆转，这是熊一凡，又有大事要成。
哟，小熊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，真是女大十八变。严哥，那个照片你看了吧？看了。那你觉得好看吗？这裙子还挺好看的吧？不好看，特别不适合你。昨天不是刚拍了美照吗？不好看，照片不好看，裙子也不好看，人也不好看，反正就是不好看。谁那么没眼光啊？哎，走吧，别那么不开心了，学长带你玩点好玩的。走了。哎，去哪儿？厉害了呀！哎，看不出来嘛，都是运动嘛，没那么难。闭上，行。来，输了请吃饭。马高，都要跟我作对啊！哎，是你太着急了。哇塞，神了哎，谢了哥，好厉害！心情有没有好点？没有，谢谢啊。话说，你为什么喜欢严苛那个柠檬啊？又苦又涩的。为什么喜欢就喜欢了？可是被他这么嫌弃，你还喜欢？不过，既然这么不开心，那你要不要换个人喜欢？换个人？换谁啊？换我。不着急，你慢慢考虑。我很不错，我是说各个方面。传说西班牙人爱吃沙丁，但江里的沙丁一旦离开大海，就会很快死去。后来，渔民将沙丁和天敌鲶鱼把它放在了一起，为了躲避天敌。沙丁鱼自然而然地开始加速膨胀，这就是所谓的鲶鱼效应。就像这台球一样，当白球登场，打出第一击时，